头家吼真敖安排安尼，嘿啊真敖捡安尼吼，嘿捡咱各地吼诶水果娘啊，啊来甲咱诶乐场吼，咱诶金天宫来甲咱做表现，啊嘛爱感谢咱今仔请主当所长啦吼，有啊即个机会来甲咱做安排安尼啦吼，啊当然吼咱诶诶温暖串珠非常的用心，真的，啊咱诶请主当所长非常的贴心安尼啦吼，诶看出咱诶温暖串珠真的是非常的用心，安排咱今仔每一个水果娘啊安尼啦吼，诶水诶足水诶。高水的就高水的，啊，不高调的拢做高调，哎、欸，真的是吼、哦，用心安排啊，你吼，绝对无你让咱的好朋友闹鬼啊，你，因为在地嘛，在地人疼惜在地啦，当然啦，啊，所以咱的诶，本人团主吼非常用心的安排啊，你，所以咱的吼，绝对袂使让咱的团主闹鬼哦，啊，安尼好啊，甲表演落去，我相信这对咱的丸子来讲吼，会来照顾，没有问题啦，诶，咱的跳舞的功夫足赞的，你按来水果娘，按来咱的好朋友的功夫吼，诶嘛足赞的啊，你。一起棒的安尼啦，我刚才迄天进前看你伫个咱的家庭吼，诶，咱的家庭吼，讲迄个诶好朋友吼，安尼冰火五重天安尼吼，哇，安尼我就知讲你真正按来刚好一起棒，没有，诶，无简单哦，但是种你尽量卖有，没有，哎，不一样啊，交换一下，哦，真的，但是对啊，嘛是爱咱的好朋友敢算啦，对啊，对啦对啦，安尼你拄着我迄朋友真太假咧安尼啦，系啊。水果你话做，咱的功夫甲会应付安尼。啊，但是这种天若要冰火五重天啊吼，会安尼起鸡毛皮了，迄个鸡毛皮落到规裤脚安尼。一定啊，这个天，迄人热人是足舒适的啦，热人是感觉足舒服的啦。啊对啊。迄用的吼，唔来高潮过，高过，唔是高潮过会高调尔，过会高调安尼啦。啊，但是天真拢热人吼，才用迄个功夫。啊，即摆即个寒人吼，有够另外同款的功夫无？啊，有啊。有哟，嘛是够同款。我想好久好久一直对
许翠玲，谢谢你刚才帮我听的歌声，谢谢。